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刘友京，为大家推荐一位努力、认真、勇敢、踏实又充满正义感的女力代表施黛琳。各位朋友，你想要在过天里看相声表演吗？你要想常常看耳机过去主持吗？那就三号施黛琳翻转过田里，投他一票，破洞啦！天气渐渐凉了，但是在寒冬之中，还是有热心肠的一位女士，她人美心善，热心公益，为您隆重推荐过田里里长候选人三号施黛琳翻转过田里，三号施黛琳。大家好，我是郎祖云，还是快虎姐姐的施黛琳。她非常的活泼可爱又认真，在台上说相声的施天天，台风稳健，言笑晏晏。当上里长的施黛琳一定会带领大家走向一个健康、充满艺文、充满平安的未来。选里长三号施黛琳，一起翻转过田里三号施黛琳。